观众，欢迎收看《小人物大英雄》，我是 Pinky 林怡玲。用双脚走路，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呢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不过啊，我们今天的主角黄明达，他的童年却只有留着双手爬行的记忆哦。还好，在妈妈的坚持下，历经了三次的手术，才让他能够靠着拐杖站起来走路。从此呢，他就下定了决心，将来一定要靠自己走出去，而且要伸出手去帮助别人。家住苗栗，从事艺术工作的黄明达，三岁时一场感冒让他罹患小儿麻痹，但他没有怨天尤人，不但不看自己缺少的部分，甚至庆幸还有一双灵巧的手。这双手不仅养活自己，还可以伸出去帮助别人。我以前的脚还 OK， 啊，现在的脚不行了。哎，假如说紧急刹车啊，会很恐怖，会追撞，我撞好几次我才去撞这个。哎呀，啊，那无想讲开气都卖亏啊。啊，但是要工作啊，要吃饭啊，对啊，哎呀，我要自力更生，我很小以前就自力更生了，我不靠人的。拿起来，来帮我拿着，你会开吧？会，会不会太小？不会。你今天有没有吹？还有。你太胖了，我的那个你要拿好啊。哎，对，要那么多次，两次就好了。哦，黄老师，他的用心在哪里？他可以说投入了这个，让这上课从一进来一直到中午，他很少离开他的座位。我看连离开洗手间都很少去，他就投入在里面学习，跟他的互动，可能在沟通方面，他孩子没办法沟通，可是他用肢体的跟老师，就需要能够把握这上课的这个时间。然后呢，从这个老师的这个才艺当中学点东西。你应该 OK 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装错，我要打你啊！他可以用这种黑板不断的哈，先启发孩子，一笔一笔的教，然后配合他示范，所以他在这个引发孩子的兴趣跟动机，所以可以看到是如痴如醉的在那种享受音乐的乐趣。右手的食指跟中指放掉，叫什么？对。这叫什么？什么？咪呀，这咪，哆来咪发，咪在这里，哎，咪在这里，好，啊，你回去都在睡觉，你，那大家一起讲来，全部全按，全按叫什么？哆。哆。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最后一次来。因为带这种小孩子，一般家长也都是整个都在家里呀，然后他说家长还是要走出来，他说不要跟着小孩子就一直关在屋子里，他说小孩子有的是变成他会好，但是好的比较慢，可是因为家长这样带他们带了一二十年哦，带到家长都变成忧郁症了，他说连家长都走不出来。我那时候就想说，脚不行嘛，啊就学一个手艺来养活自己。人家跟你讲的还是你自己这样想？自己想的。以前我在振兴的时候就开始来学个手艺啊，
的。哎，对对对对。那办啊办好要靠人家哈、哦，很不方便，那就是靠自己最好。公公安那个走起来吼，骑一台阮哥哥做，我都来背十来，啊对方案的就是家己，骑到苗栗去找工作。啊，迄当时唔知影人间冷暖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拿拐杖的哦，到那边人生地不熟，哦，他又因为。我那时候一个月才七八千块而已啊，不敢去住那个旅馆，他就当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游民，在那边找工作。要用这边啦，廖素荣。现在的黄明达自己买了房子独居，还经营陶瓷雕塑工作室。不过很多时候他还是得靠朋友来走动关心一下。我就是我在那边工作，对，啊坐一坐，因为坐了好几个小时，啊脚刚好没有力，啊站起来就被那个那种椅子有没有打到左边，肋骨就断掉了。叫救护车了，然后后来说，哎，他的健保卡不能用，不能用，就叫我去帮他办了。对呀、啊，办过一个，是好朋友就这样、啊。嗯。我本身是残障的嘛，我遇到很多对，社会对我的不公平，我找不到工作嘞，哦啊，因为大家看到我拿两只拐杖，他都排斥我，嘿，哎，其实我有很多技术，他们不知道而已，嘿。啊，就这样啊！为了要证明我可以。好了，哎，好，哎，坐那边。回去有没有练？哎，有。有哈，来，我们还是照以前的那个哈，口琴先来来。好，已经你看，你再慢一点。再慢一点，把那个，好，把那个伴奏音哈、哦，嗯，把它表现出来，来，音呀，行，那那那那那，要开始。老师很好，老师就带他们去表演了，给他们一些不同的生活体验。老师是跟我们说，给小朋友多一些机会去练习，去尝试这样子。对了。那家长都 OK 啊，带他出去都 OK， 去表演啊，我这是学了很久才可以去表演。他最近也是做公益啊，哎呀，啊，就是说我们去表演，我们都不拿对方一毛钱，哎，我们就是跟当地他们那个机构的那个，比如说老人啦、啊，还有幼儿园的啦、啊，那些协同啊互动。我要关铁门了。这个便当，外带的。外带。是啊。260。260，还有。上面可以吗？好，有汤吗？有，汤在这里啊。这个工作哈，就雕塑以前早期有没有？就是雕那个原型，你现在看到的那个柜子上面的都是我刻的，哎，帮客户刻的，哎，这个也是。老师，刚我想讲，自己一个人待久啊，找一个人来回忆啊，什么？也有啊，啊，就是因为残障哈。像以前我有一个教钢琴，他以前在这里教幼稚园的，我们教了6年哦，啊，他拿相片回家有没有？都拿我的半身，我半身比较好看嘛，下半身就不好看了。啊，有一次我办全省的活动，哦，就是残障的才艺活动，他爸爸看到说，哎，奇怪，怎么底下不一样呢？啊，就开始。
哎，一直咚咚咚咚啊不哎，我那个女朋友就去，她先她爸爸强制她嫁到台北去，伤心事不要讲了，她又差一个字，姓不一样，底下都一样，好奇怪哦。好，那个不讲了哈。那好的，来各位现场的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宣誓今天的活动。每个人都有残缺的部分，差别在于有形还是无形。黄明达选择用乐观的心去面对自己有形的缺陷，很多时候他会受邀去教学，融入群众之中，让一颗心不觉孤单。把那材料包的不要开，好，现在我要来拿材料走。很好，就到你们的位置去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来，第二周沙子放进去，希望这样平的比较好。老板，没有那个斜的，高难度的，好。斜的在这不？他说有一个是在这要放的，那就是树枝啊。哎，你不要离我太近了，嘿，好。那个来示范啊，插中间，你看了？嘿嘿，啊，插中间，你不能这样子一直插，插进去就弯掉，要一直像那个电钻一样，好，开始吧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啊，对，啊，碰到底就可以了，这就可以点了。那名字啊，这样加吧，拿回去，拿回去，你们桌上插好不好？这个从树木那里拿出来的啦，拿出来。黄明达他在生活上啊非常非常的活跃，他不仅是学习了各种乐器，还有工艺技能，而且啊他还四处去开导别人，也因为他饱经磨难，让许多正在受苦的人只要听过他的分享，就会打开封闭已久的心灵。沉默是金，沉默是金啊！这个为什么是沉默是金？啊，嘴哈哈啦！你看，啊，无通像你听到嘴啊，那意义啊！他不会是说为了他身体的怎么样而来自闭或者怎么样？所以他我们来讲起来，有这款的笑脸呢，还算是蛮好的。一大行拢想要学，他肯学。他肯学呢，一个咧自己就自乐，那人生他就有一个目标。啊，所以今麦我台湾我推这个贴了给你看，就是讲我们譬如说在设计方面，我们要怎么来去创新？创新。嗯。时至今日，黄明达和高中美术启蒙老师陈春明仍常有联络。细数一路上对他照顾有加的良师益友，黄明达内心总是充满温暖。下午四点外的时候吼，得哭嘛，发高烧嘛，啊，我阿爸甲抱起来。个抱起来，脚真个真个笨啦！我你那袂振动安尼啦，啊，我到了，我开始紧张安尼啊，啊，就去找足济医生个啦，啊，尤其我妈迄种，我妈较辛苦啦，伊拢个哀咧吼，四界安尼求神托佛啦吼，用哀啊坐公车去到鹿港安尼，啊，找先生，啊，到尾嘛是拢无效啦。你倒一点给我。好。哎。等一下。哎，拿好哦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好。好。两只手啊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一对三岁开始白，白到九岁。出发。来环岛。环岛去了。来环岛。Hey!
三点点。再走啊，快点啊！你塞车了，快点。往那边走啊！快，我们看狗狗街，快点啊！串子嘞，妈妈，以前我拄啊买一台迄个跑车啊，迄、那个自行车跑车啊，啊，尾后我就甲迄、那个找迄个自行车的头家啦，去甲伊商量啦。我讲阮一个小弟啊吼，脚袂行，啊要读车时吼，你有法度租一台三轮的无吼？啊，可以用三轮的安尼吼，来读车安尼啦。当年一台自行车就要1500元，改车还得再花1800元。这笔费用让月薪不过150元的大哥黄明耀有些吃力。幸好遇上好心的车行老板，在那个分期付款还不普遍的年代里，让他逐月分期偿还。三一手花嘞，一手用假的呢吼，啊对方还了，佮徛当个佮厝呢。啊，徛倒来，到阮的迄场埕吼，伊在迄赛谷场啦，吼、喔，阮的头前有一个赛谷场啊，啊，叫伊落去学安尼啦，啊，就真行真正真行安尼，啊，就开始伊的小学生活。那不是菜，你干嘛钓鱼？臭的菜。对啊，哎，不是这样。臭个菜，你又唔捌你。这一生吼。就是要感谢我大哥，还有我家人哈，他们小时候给我的付出，我才有今天的这个能力站起来。说起过去，一幕幕恍若昨日。大哥仍记得怎么带着小他9岁的黄明达，北上台北振兴医院求医的过程。住院10个月后，黄明达终于能用拐杖站起来。甚至在成年后可以一人独自在外生活，照理说心头上的重担终于可以放下来。担心无娶某啊，啊食老唔知要安怎咧？啊？你敢有甲讲？啊？你敢有甲讲？有啊，讲都无效。我讲，逐项我都甲你斗三工，娶某的代志吼，我都甲你斗三工啦。阿姨安怎甲你回答？啊？安怎甲你回答？你哈哈哈哈，嬉皮笑脸笑一笑就过了啦。加油加油！做啥？考试一下了。你去甲我讲倒口臭去。无啊。无。我臭唔口，菜甲口口起啊。这唯一是讲伊家己娶某啦，因为食老绝对是较有问题啦，食老学问较大啦。那少年吼，你有人斗三工，也是讲家己有能力、有啥呀的吼，要经济状况吼较好，可能较好处理啦。那若食老，你啊经济基础无好，也是讲安怎无一个伴，对吧？呀，大哥嘛比较侪岁啊，大哥搞不好先走去啊，对吧？嘛无法度去处理这个代志啊。啊，所以讲这是一个大问题啦。哎，现在想起来是讲这个较大问题啦。那其他那社会经验，大行比我较丰富啊。我很多朋友也都没有结婚啊。哎呀，啊，他们也是过得还不错啊。所以哎，有时候你结婚不一定是好的，也不一定是坏的啦。各有利弊啦。家人的关爱让黄明达坚强地站起来，接下来的人生就要靠自己走出去。可以接触不同的人，啊，再来你的身心哈、哦、会比较开朗，哎，真的，哎呀，因为你接触的人多，就是要可以分辨啦、啊，有一些不能分辨了、啊，等一下可以用骗去，哎，跟我无关系哦。啊，真的，你假如说有出来跟。关在里面，那种感觉一定不一样。你刚吃那个养生活啦。哦，安尼做矮呢。对呀。啊。啊，无你开东海呢。东海，那时间呢？东海。这个环岛是我
多年的梦想，以前都开车，啊，这次哦用自己的体力去环岛，哎，很有意思。训练三个月以后，哎，整批的都去环岛，环岛13天，骑得好累哦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很累嘞。哦，那个在训练的时候有没有？我们训练都没有用电的，哎，每次啊都从这里骑到南投，又骑回来。三个月的行前训练。疲乏了风神车队队友们的身体，却没有一个人轻言放弃。从台中出发，一路南下，环绕美丽的东海岸，行经陡峭山坡和崎岖弯道，从白天骑到黑夜。13天的环岛行程，完成的是全岛身障者的创举，更多的是对于自我的肯定。很兴奋，很温馨。走嘞！以过来人的经验，黄明达常与身障者分享自身的经验，乐观的心加上多走出户外，才能让心胸开阔。以手转动的轮轴，让生命不停转动。这个现在是要盖棺承受了，哎，因为你也不能，你跟他。也不是很熟啊，就是说说就算了，哎，你假如说太在意哈，你的头脑哦会想的哦，好累好累，对，你的头脑那个记忆啊，啊有一些那个记忆卡要把它放掉，那人生才会才有色彩。从五岭呢往下滑到太鲁阁，啊，等梯子两百几了，这能走两百多，哎呀，从太鲁阁然后下滑嘞。吓死人！吓人吧！食咩去？安尼衫穿较济。衫会扎，啊无无。是你咧教的时阵。我今日我咧即摆咧想吼，我刚去开会，诶总理安怎讲哩？知？总理讲，一百分若无算。啊哈，卖！四十几岁啦，我出去去吹啦，卖讲咧啦。因为人生，你一定要踏出门的第一步，才可以去克服很多很多，你想象不到的啊，有时候。人家对你的那个歧视啊，哦，人家对你的怎样啊，你都要把它吞在肚子里面，哎，因为家人没有在旁边，你要自己承受。门主一家啦，哎呀，虽然是较老，但是要尽量的。我那门主从早。门主嘞。我是大学生。你莫来讲挑战，你若挑战，你要不能我来。哦，伊个冲下来嘞。哎呀，无安尼啦。10点钟嘞，过15.5嘞。当波嘞。当波嘞。门主帅，好，恁两个去 PK。啊，不玩不玩。啊，美女，美女化妆成80了，当年拢500。我来欢迎，我有本事门主啦。黄明达他顺利地开展出他的人生，但是呢，他并不以此为满足，而且啊，还不断地将手伸向其他需要帮助的人，因为只有帮助别人，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，我是 Pinky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